近日，一名男子进入中正纪念堂附近一间超商，在一个月内五度施展夹带的行窃手法。男子起初是穿着黑色外套徒手进入店内，将食物放入口袋内，趁着店员不注意时偷偷走出超商。到后来疑似食髓知味，甚至携带包包行窃，直到店家于数日后清点商品时才赫然发现遭窃，随即求助警方。本所于获报后迅速调阅监视器，确认男子身份，并顺利起获犯嫌，全案依窃盗罪送办。中正第二分局呼吁民众购物时皆应诚实付款，勿存有侥幸心理，一旦以身试法，警方必依法严办。